大家介绍日本的一个有机植物品牌 SLEE。 它的卖点是含有高天然和纯粹的日本原产有机植物成分，而且每一款产品上都会标注天然成分含有率和主要成分，是一款连孕妇都可以放心使用的品牌哦。好，首先为大家介绍这款雾光立体粉饼，它的天然成分高达85%，含9种植物萃取精华，而且在2019上半年日本各大杂志的美妆大赏中荣获了3个第一名哦。好，那让我们试用一下。首先上半段是上午使用的细致光泽，它可以掩盖你的细纹和干纹，让五官看起来更加的立体有生命力。然后下半段是下午使用的细致雾感，在你出油的时候用它来补妆，就可以掩盖那些毛孔和油光，恢复上午般的晶莹透亮。一款粉饼两个色号，分时段使用，这种美妆新概念成了日本的热潮。接下来是这款媚光修容唇蜜，它不仅仅是一款慕斯般的唇蜜，还可以当液体腮红使用哦。内含8种天然植物油成分，晶莹透彻的质感，晕染出由内而外的自然好气色。好，那让我们试用一下。这一款是5号色苹果红，涂一点点在手背上。上妆的方法是用指腹轻轻的拍打，让它和你的肌肤融合在一起，感觉非常的自然，是这种雾面感妆感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这款大名鼎鼎的机能洁肤油啦，也就是卸妆油，它的天然成分竟然高达98%，也是含有多种植物萃取精华，荣获了日本美妆大赏2018年上半年的4个第一名哦。好，那我们试用一下。使用方法是直接干涂在我们刚刚的唇蜜地方，然后用画圈的模式轻轻的涂抹，就可以发现它已经和彩妆溶解在一起了。哇，瞬间就感觉到恢复了我本来的面貌。然后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柑橘味，非常的清爽的感觉，完全不觉得是卸妆油，感觉就像植物的精油一样。哦，好香，柔滑的精油质地不仅能彻底净化皮脂与彩妆，而且内含的精油和植物油还有保湿作用哦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SLEE家的3款有机植物产品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请继续关注我们哦。